一样两百，两百好。来吧，这下进来来三个人给我去哦，来，要十二来。来，你们没有约好？来，二啊二啊，不要收的啊。你们没有约好，结果他说他也是来买。除非两百，只要没进来，别收来了，两百块了，来吧，一样两百块了，来，还热没拿到吗？二来，不喝，没有，小龟，蛋姐，小龟，我爸是来聊天的，小龟，没有人跟他聊天，小龟，两百块了，对，两百，来了，好，请一下，老板，你开，你开，我帮你开了，等一下，五百，五百，来，我请你开，好，蛋姐，我们搞五百，三百了，来上，好，八三，北青我开了。来，找一起找蛋姐。我今日买着八只来，看下来。来，第一枪我中这八只来袂倒，但是我快点啊！你找一个人，快点来跟我聊啊！啊，我尽量跟你聊来。这马台啊，派一个人去。第一枪不是阿亮，我派一个人去跟娃娃做台阵。来，没沙发。来，三号桌娃娃请。杀好了，杀好了，来杀价，杀价，我先来，高雄。高雄，高价来杀价。高雄，你两百强高雄来。三下四九，请到三号桌坐台。来，十二家哩，来十三家哩，来十四家哩，来十五家哩，来，免五百呢。来，两百了。小白餐来两百块，不纠结了，给小白餐来两百块，三号桌来，就不用解释了，开一个。我呢，别安尼，一斤那边买起来，他收啊，来两百块来，两百块小白菜，来八尾来，九尾来，十尾、十二尾来，十三尾、十四尾来，来十五尾来，两百块喽，来两百块来，今日小白菜，两百块来，赶快哦。那个礼拜六日哈，你们要吃好东西。是哦，没有约，然后你看我的影片，看到他，哇，来十二只、十三只、十四只来，来两百块来小白菜，来三盒花椒，来两百。看到在影片看到人家，看到朋友很好玩哦。来，我教你来，两百块的小白菜。有月饼的妈妈看到第三份第四。哦，这礼拜吃月饼。这礼拜跟月饼吃，下礼拜跟妈妈吃。小白菜，来两百块够了，阿伯关掉吧。来小白菜来，来剩下桌面的而已哦，小白菜啊，来两百块，最后两位了。来，阿伯买着小白菜，你们动作快一点，来备价。来十二只，来十五只，来两百块小白仓，做哪位买的无？小白仓，两百块五，四、三、二，你这台好啦，这台好啦，来两百拢歪哦，哎，大姐你好，大哥你好，你好，哦，你来啊，等我来这边，来两百拢无通知，无我头拄暗地摊抓收起呢，来两百过来七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只，来十五只拢可以来两百，安尼拢买了吼，小白仓。来，有人买小白仓吃完无？你到最爱吃小白仓的野手，已经有买啊，带你头一个买。你到最爱吃小白仓吼，只等两份拢卖了啊，伊三只就卖剩啊，四百啦吼，三百拢我哩。一份全部十块。下午买小白仓的三百装包。来三百了。快，两百再加一百嘞，你可以上去了买哦。来来来，他都有买，他都有买了吼，他有买。我是要甲拼完，所以我才聊聊安尼啦。你谢啊，感谢你。你嘛是买好不好？特别喜欢。来，他都要吃鲑鱼哦。峰哥，你用这样是在搞什么鸟？看是下面那一排要抽起来，还是蛙小姐？蛙小姐，来啦！今天怎么空来店里啊？不用上班哦。安尼啦，哦，你呀。今天是我想要点谁啊？哦，你上说上次那一位啊？来，我们讲那一位三下四九，他今天休息了。我给你找一个，我找了一个，那个林边主演那封，超赞的。我搞啦，好啦，停。我你等一下，我你要过来。五百一个，唔免走。喜欢看电视，到遐啊，他又要玩这个，他来高兴。来五百。五百一个找好啊。找好来。只有一张五百的哦。来找好啊。来一千的啦。一千的有三位。等一下，他那边有一张。一千哎。四个五六。来小姐来，遐超你千啊。来个两个一千的三位。我来，大小姐来。六个客人，他搞公务搞不搞，大哥不卖掉，五姐不卖掉，他搞公务。
三月三日来叫开的，你接得好，那就不水。这样做不好。来，蛋黄姐，我水就听有够啊。来，有要吃月亮虾饼的，来200块。200块。来，歹势，今日无用，头来月亮虾饼光台。我说有个人顶面看我的照啊。后面还有没有？来有。香鱼来。来200块，来3包、7包，来7包够。来200都。月亮虾饼200块有啦，黄鱼的最下面那个就是香鱼的。香鱼啦，小香的啊。有看到了。来200块的。来月亮虾饼来，谁买的？5包哦。哎，你也过分，你就拿4包给我嘞。5包啊？4包啊？来我包来200都月亮虾饼来，来个人都快了哈，来200块来月亮虾饼，来200块的月亮虾饼进来，来200都来什么快了来找钱，赶快，来这姐妹哈，来赶快来，来我包，不要笑不要笑，我你笑欢喜，欢姐快乐哈，哎，我也想月亮一样，来200来200块，个人没买着无，来200都。就三五而已，来，200块的虾饼，好唔来啊？哦，我应该夹到啊，他弟，我给一样虾饼，我上面杀三粒，来，来放五包上来，来谁要吃虾饼的举手，我还没修更哎哟，来，开始修更哎，你还困着不啊？你那修更好睡不？没进来，他给你啊，这样没钱来500块来，500块，小姐500块来修更要500块，今天拢无人要搞，点修更啊？我今天好厉害啊！烧到这水着，佫竟然无人。你若要吃，较紧的看好看吃，就是吃的量。来，有水无？来500，来500，来500，两个妹啊！来500块，500块来，佫少两个啊！来烧到500，赶紧银纸来500块。来500块。来大个来，紧来500块。啊，你要吃烧到的较紧的来，就分倒啦吼。来500弄完哈，来三个，左边小姐要哈，来500块是一样的吗？还是不一样？你要一份500块的哈，来先看500来，这三个，三个，请把那把我包开来，三个，请把那把包开来，去叫包开的，来再叫香鱼来三个哦，香鱼，来香鱼500过来，香鱼500，香鱼500，有人听到会惊到，唔免惊，这香鱼拢有两个呢。都是母的嘞，来500块香鱼500，香鱼买500，几个人买要吃？几个要吃了？涨停哇！这有暖香鱼的，不要开玩笑了。母的，大宝虾，拜拜。这边刚那个来500块，来500块香鱼买500，拜拜。孙聪龙，拜拜。哎，回家了。香鱼500，真正多钱买了？什么人买啊？但我肯定有小帅哥，对啊。啊对了，这不要杀了喽，这不为香鱼的吃对行，都刚的嘛是吃对行。涨停蛙是什么？这个价钱价价价能金贵吗？贵一点能免来500块嘞，这个价500，你去日本你要讲吃袂掉。对，有香鱼的。这母香鱼哦，一只都180。对不对啊？对啊，我吃100块再来高吧，吃100块再超过1000啊。兄孙哥今天有来。来500块。阿哥你看，来500的。卖冻着虾米了，来500了，来去吃个青鱼，来500了，来吃个鲨鱼，来500了，来吃个鲈鱼，来变变啊，来500不知道了，明天不知道或者会不会有虾米，七两三三个人给这，最后两位啊，来500，来500，来最后几来，你冻着还卖啥？我今天卖虾米呢，要我，五三三，对啊，结束这个回合，虾米再见，拜拜。今天有白敬庸，有孙聪明，有蔡宝香，真的有蔡什么金啊？哦，那不要杀他，淡淡的哈密瓜味，你杀掉哦，还有陈汉，那味道就不见了。来，别讲这来黑胡椒鸡堡来，我回收给你了不？红红的哦，来，怕亏就是要叫你看白兔。红龙不是黑龙哦，是红龙。哦，一包50块，喜欢你搞我听着，我开箱我呢，我买口啊。来500咩啦？50块四啊，5-4包都。来，小姐姐妹来，来来，拢我啊，拢我啊，拢我啊，拢搬起来。
一人一箱，我只有一二三四五箱而已，要买要快，来上马了。丢啦，物价，四百块丢啦。好，你这偷牙要撩你爷啊！三百块来啦，五千啊你啊！哎呦，撩你爷咩啦？你爷不搞给我屌啦！来三百块来，红龙鸡要打来三百块。对啊，三个人，二啊，我来撩死，大哥你要变一件无？用钱的做好价，我买平。来三百块。哎。不大地嘞，不是小地嘞，我这五地，我这五十地不是小地卖的嘞。来三百块，最后都卖两个多。来三百块。阿姐帮我解释，来三百块，贵些拢我哩，五十地，来三百多。有人要红龙鸡扒了吗？但要贵些的，再来催我，剩两千名，回到这里。来红烧肉，来鸡肉香肠嘛，甲挂过来，来，来进来。来那个峰哥，这个东西。全部都出上海，出这样看可以出几盘？了解。出一出，放在后面就可以了。我叫你拿上海，你再上就好了。来，我们讲行情没？我发货，我五百块，五百块。来，我发的行情，我发过来。来，我发。啊，还有红裙。整包是多少？桌面上卖的东西要出上，好啊，出来之后再去做我交代的事。嗯，对，因为香鱼是吧？小心。母的。带卵的，那一口他没有买到香鱼，耿耿于怀。当时要冻袂掉的，来红烧五百，多少钱？那个刚才就说，来三条鱼，太快走了，没看到。你哪有看？这真正是人多撒好甲看来呢。哦，真的是中午、下午才撒好呢。来四只，来五只五百，来六只五百，来七只五百。我是卖一千还卖五百，我卖五百呢。卖问吗？来七只去哦。几只我唔知，卖完咧。来五百块，七块刚刚卖完了。来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对焦哩。来五百块来红鲟，五百块来黄鲟。来五百了，红鲟哦，真的好吃哦。来四只、五只、六只、七只。来五百块。八只给你来，红鲟来三百块了。我好白白啊你。来五百块，好虾子。来七只多，来五百了，红鲟都买到了吗？五百块。等一下有骰子机哦。来，请问一下，位行情上高位？我这边两位。两位啊，这边上位，这啊，你位，这啊，你先位嘛，对吧？全红的，你看。没有，这边有骰子机。有这一种。对对。下一包。卖青菜的哥说，公路塞过来塞过去啊，哦，行路啊，足危险的。咖啡金拢赶快来，一模一样啊。我卖哦，我改用。好高啊！知道，我老表哭，妈的技师哦。有嘞，林朋友呀。你刚刚看到伊摆咧，摆看到你唔知叫我嘞呢。摆到来，我拢会带去溜溜溜一溜去食，去食叫我嘞。你叫米花啊？我你叫米花哦。我叫米花，我叫我嘞。来买红烧肉看车哦，我八只卖你八块，有够俗的俗啊，俗法袂使阁俗啊，像咧搞像咧半卖半烧上的，车吼车去十车，十车看票人，再去十车，你两个你三个吃完来五百块来，我是真正了钱，你别玩，来五百块，有啊好，无我就收来啊，吼无收济啦吼，我卖红烧肉，个还都收俗。来那个鸡肉香肠，来虾子好了，鸡肉香肠，剩下这一些喽。来鸡肉香肠，来，剩下这一些。来啊，虾子先给你们了，欢迎水珠家朋友回来，给那回来给欢送啊。刚刚有说这个就是母的，来再吃包了。谢谢谢谢，谢谢你。不知道明天有没有？来，我阿弟哥我们讲三位，给你金矿，小卷也好了，好。来，小卷好了。白大哥，你干嘛？不要轻举妄动。来，小哥来，三位来，来小姐来，来大哥来，来大哥来，谢谢你。哦哦，就当狂了，哦，就在哪？我立刻快出场。来，鸡肉香肠200块，鸡肉香肠两个倍量，一包30条哦。我卖你200块了，就收下来，这包哥卖你。来起来。还能没洗吧？赶快200了。来，鸡肉香肠200块。冷巴过来，冷巴的鸡肉香肠，最好吃啦。可以啊，鸡肉香肠冷巴。下次啦，下次，下次。明仔较早来，明仔吃过来，来冷巴过来，鸡肉香肠，龙王啊！小心，小心。
好啦，谢谢。好，啊，你够要吃啥货来去讲哈？海味鱼骨。海味鱼骨哦，来，好 ，OK 啦 ，OK。来，我都吃有咩蚵仔肠，有咩蚵仔肠，都吃有咩蚵仔肠的举手。好，加钱。好，加嘛哦。哎，梁妹妹。好了，这样就好了。哦，太多了啦，总共几盘？安尼尔。他没那么厉害啦。就这样而已。我讲蚵仔肠几高啊？这一般是拢买单，我才会摕这来面。有吧？这单开始足贵啊！啊，头家硬硬起来，我嘛唔知影咩卖啊，规矩了了，好不好？蚵仔肠骨猪皮酥都咸菜，真正赞！有想要吃的，我无叫你买哦。有想要吃的，这真正今仔日剁的了。来，想吃蚵仔肠骨的举手。一个要吃呢，我不会叫你买足济，你别烦恼。想吃的，再举一次手。八个。都加三个，九个，好啦，没关系啦，有几个我卖几个啦，真正先多一流了，不要这样这样开五百，五万成，五万成，滚，两滚，随便找东西给他卖，你只是老烦死，你不可能，你有当时也无连看都无看，看到啦，你想要吃这個，真正足少机会的，然后我讲完好了，别别五百，特别人给了。几个月给你这样开始发了发货啊 Michael 两个礼拜后三百块大哥姐妹两个礼拜后大嘞两个礼拜两百块来这样被酒拿来我要吹苦的黑尾剂两百块来两个礼拜后黑尾剂请假站这边有是大人家熊站这边咱有咧买鲑鱼骨，啊有咧买土特鱼骨，咱就是毋捌食过蚵仔肠骨，来两百块蚵仔肠，黑尾鱼骨，我蚵仔肠两块，我花两百块，我是真正要去试试啊。黑尾鱼骨肉，做蚵仔肠骨做小白，两百块好啦，我今日拼命。黑尾鱼骨肉，来过来，我你要留两份，留什么？留两份黑尾鱼骨哦，现在留。欸、真的很漂亮，你明天要来吗？带着香菇，真的很新鲜呢。明天再说了。明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不要逼我。在龟金那里逛逛吗？你我来，没办法留啊。那个这个我要当天新鲜把它处理掉。啊，马回啊，鸟尾啊。那个刚才有人说什么？真的很漂亮哎，真的很伟大。最讨厌人家说我们就刚给你来的，来五道，五道，都姜菜，都鱼手，都姜菜，真的，来两百块来，我按根捆两百块来，吃这个诶，吃袂好白老，唔好咧，好白香，来两百块来，三百块了。我按这滚冷巴，对啊，冷巴，这个没办法，冷巴，我这个没办法，最新鲜的时候把它处理掉。卖那么便宜，你们再看哦，来两百块来，我按这滚，老虎啊，我哎呀，我这边冷巴不过来都抬不了，大家想不转功劳一样啊？哦，这个很难走，这回去呢，留给，不知道会不会来，还回去存几千变变。来，阿卡丁啊！我现在看是不是真的。来，我们吃海龟鸡啊，包不挂卡的哦。大概四份吧。来，举一下。你明天来三百块来。大概香菇，你再传卖给板娘。来三百块来。你再传卖给板娘。牛蛙够不？那你要这个，你要不要加这个？来，上面讲牛蛙来，重量包哟。来三百块来，两盒给你了，超级好吃的。来三百块。阿爸非常的多，五加两，五个无吧？无，五个无，五个无。建中阿老，来三八春节包两无啊？来叫我三八，三八，三八。以后都冇叫我啊！好，听到无？来，啊，一百块啊！我孙子你好。为着一客啊，我提开箱啊咧，了钱咧卖。这个。那个叫我听叫我啊。上面天也吃牛骨啊，最好吃了。你要烧汤啊？要我做啦。还五百块。五百。烧汤要吃五百块。我旁边那盘就是五百块了。哦，你若要吃，免等我话包起了。嗯。来海龟翅吧，最后一箱了。来四个客人，来两百块。海龟子肉了。来两百块。两百块。最后一箱我就是为了让你们时间比较没有办法找来的客人买的。啊！我先他做的应该拢卖完了，你听，来，海关自动两百块来，来，今年来两百了，哎，来，两百了，海关自动来，你台湾等来调，来，海关七百两百个水壶，
台人发过来，去包做而已啦。打包，来细包而已啦。这把鸟，这把挂卡牢，来的大包，大姐、小姐的价。